在这张图中，你第一眼看出了什么动物呢？这已经悄悄透露了你的人格特质，请按第一眼看到的直觉回答哦。 A 马 B 牛 C 熊。 A 马，智慧型，对于自己有良好的控制能力，善于思考和推演，尤其在做任何判断时都会缜密的思考，公平且完全的客观，是稳重而可以依赖的人。外在非常重视事情合理性，深信要解决问题必须找出问题的根源，快速的对症下药，效率十足。内在对于生活周遭的事物感觉敏锐，喜欢荣耀被称赞的感觉，对于自己拿手的事物有时会有些自我中心，只会被心理认同的人给说服。 B 牛，艺术型，思考模式旁人有时难以理解，思维常常没有逻辑可言，很难抓透在想什么，天马行空的幻想对艺术型来说是家常便饭，对美的事物直觉很强。外在感觉至上，很重视直觉的人，重视第一印象，第一眼的感觉会影响他们对人的观感，处理很多事情以直觉为准则。内在对于生命充满着热情和纯粹的天真，并有100%的理想性，相信世界是美好的，每件新事物都是崭新的契机，对现实社会的黑暗面感到不可思议，甚至不能接受。 C 熊，自由型，依靠坚毅不拔取得成功，富创造力，希望做需要做和想要做的事情，沈静的坚强，责任心强，关心他人，因其坚定的原则而受尊重。外在对人应对流畅，脾气好，能商量事情，不过原则是不妨碍到自己私人时间，朋友不多，但是几乎个个都是知己。内在常常表面隐藏，内心却在忍受别人所看不到之压力，渴望有任何人事物都能有一个自己的喜欢幻想。你看到的是什么动物呢？快分享给朋友，让他们也测试看看吧。测试二，来自丹麦的插画图像测试，从你第一眼所见看出你的多面性格，在不同人眼中你的个性都有什么不同之处？第一眼看到什么？ A 小女孩， B 骷髅头， C 蝴蝶， D 蜘蛛。测试结果， A 一般人眼中的你是一个很善于意会的人，好像能看透每个人，朋友有困惑也会主动找你诉苦，你是一个很有情感洞察力的人，在各种场合中总是能随和地展现自我，善解人意，看尽人心，游刃有余，是一个很好的聆听者以及情感开导者，暖暖的，非常能看透人心。朋友眼中的你，你是一个感情丰富的人，你理性但是却更感性，尽管是身边的小事情都能令你感动，你要的其实很简单，你是一个心灵很干净很单纯的人，天真又浪漫，又非常能洞悉人情世故，是一个很好的聆听者，是一个老中青三代都会喜欢的人，和你相处暖煦又自然。B 一般人眼中的你其实是一个很传统的人，会坚守着某一份执着，对你所爱的一切和你觉得对的事情，你同时也是一个非常理性的人，也非常喜欢与人沟通，你觉得认识很多不同背景的人是一件很有趣的事，你喜欢充实自己各种感受，你具有内敛又外向的双重人格，跟你一起相处处处充满着惊奇。朋友眼中的你，你的外在和内在反差很大，你可静可动，可虚可实，你很会看情况做事，你常常让人摸不着头绪。
你甚至有很强的第六感，可以注意到细节内可能会发生的情况。是团体中不可缺少的灵魂决策者，你也有很高的应变力，可以木讷也可以很热情，延展性很强。C 一般人眼中的你，外在和内在反差很大，你可静可动，可虚可实，你很会看情况做事，你常常让人摸不着头绪，你甚至有很强的第六感，可以注意到细节内可能会发生的情况。是团体中不可缺少的灵魂决策者，你也有很高的应变力，可以木讷也可以很热情，延展性很强。朋友眼中的你，你具有多面性的人格，是一个思想丰富的人，但是你很能隐藏自己，只会在适当时机展露自己的本能，神秘又极具吸引力。除此之外，你是一个直率的人，随和又重义气，也是一个能为自己所爱的人受苦受难也在所不惜的人。在一般人眼中的你，乐于尝试新事物，但是你更喜欢固守的概念，你有很强的革命情怀，也有很强的怀旧心，你是一个向往未来又放不开过去的人，但是你很能拿捏平衡点，总能够在很多人都无法拿定主意的情况下为大家给定一个方向，你让人有一种安全的依附感。亲近的人眼中的你，你是一个会想很多的人，能够深思熟虑，也总是能抓到事情的要领，具有能化腐朽为神奇的能力，能够带给身边的人乐趣，也很能够营造氛围。你的内心仿佛布满一道道的彩虹，总是能带给别人正面的能量，同时也是一个厉害的情感专家。